如果能够跟汤姆克鲁斯、强尼戴普同台飙戏，恐怕是很多人的梦想。南加州一群华人演艺人员上金头脑节目，分享在好莱坞演戏的面面观，让主持人果冻都羡慕不已。俊男美女华人演艺工作者齐聚东森摄影棚，摄影棚一下变得星光闪闪。他们各有特色，有人活跃于幕前，有人是幕后英雄。Kevin 帅哥演出的电影说出来让你好羡慕。大概1700多个成员，那大部分都是一些导演啊、演员啊，参加过 Johnny Depp 的电影的 Transcendence。然后今年还有一部是跟那个 Tom Hanks 的 Circle。还有这位高挑的美女安娜，看起来你会不会觉得很面熟呢？本人是住在夏威夷，那第一部戏的话就是 Lost。所以我们看 Lost 的话，看得到你，还是你就是在那一架客机上面就 get lost 了？有看得到你吗？有。好幸运跟大明星在一起，他们的工作都让果冻都心动了。来参加金头脑不是比演技，而是比谁的脑筋急转弯转得快。物价王登场，美魔推出了 Paulina 一号的复活霜，让你变得美美的。第二项产品阿舍经典干面40包和黑木夹心海苔吃美食。最后闪购商品知名的超强品牌 Dyson 吸尘器，市场价399，东森优惠价349，果冻不满意还要杀价。这个原价将要400-500块。对啊，黄都本身在店头已经399了。是啊，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提供闪购已经349了，你还不满意啊？我们一句话，我们大家呢也就简单一点点，你呢就现砍个20块钱，329块钱，你买不买？我绝对买，而且我现场就买。真的？对，那我就卖你了，329块钱。采购大优惠，观众赶快打电话，买到就赚到了。金头脑新一季大赛，演艺工作者精彩对决，谁会胜出？11号周六晚，请锁定东森与超视频道。东森新闻李宗尧、吴中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